欢迎两位哈，是同学吗？是，高中同学。哦，高中同学。对，谈恋爱谈了三年了。哦，三年了啊。你怎么会觉得找了个妈呢？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晚上了两年大学嘛。啊，然后他现在是大四，他在忙着考研。哦，然后我是大二，我就感觉我们不在一个节奏上，他总用他的那些方法去要求我。比如呢？他就每天就逼着我去，就是上完课了逼着我说让我去找兼职啊，或者让我去多学习学习别的东西啊。挺好啊。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才大二嘛，我的课也比较多，然后我就想的是到课少一点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再去找兼职。就是你有你的规划。对，他也愿意帮你规划，但是你觉得你不太能接受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因为我现在大四嘛，毕竟从大二走过来，我就想给他一些建议啊啥的，完了人家就不听嘛，不理解我。平时会有一些空闲时间，但是他就去打游戏。哦。完了，我就对他打游戏这事儿挺介意的。啊。说好几次他也不改那种。我这么问吧，你介意他打游戏，是因此耽误了学业，耽误了社会实践，还是说，因为他打游戏忽略了你？两者都有。两者都有。对，那就是忽略了别人呗，打游戏。也没有啊，比如他来我学校找我的话，因为是异地嘛，不在不同的城市上学，然后他如果来找我的话，我基本上时间都在陪他，我是不会去上网的。还是异地啊？对。那对啊，异地人家来了，你再不陪，你们俩谈什么恋爱啊？对。那你怎么会觉得他因为打游戏而忽略你呢？因为那次我们过三周年纪念日嘛，他头一天说，第二天我带你去公园去，我还挺开心，说，哎，人家还记得。完了，第二天我们要出门的时候，人家就跟我说，哎，我临时要有一个会要开。我说，哦，那行吧，那你开个会顶多20分钟、30分钟就行了吧？那我就等你着，完了回来我们去公园。那结果人家一走嘛，2个小时之后才给我打电话，人家就说，哦，我刚开完会。之后我说，那时间也不早了，那咱去公园也不太合适了，那看电影去吧。完了就看电影，但是看完电影出来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我说你开个会，你说顶多半个小时嘛，你咋2个小时才来？就是大学里现在都开什么会啊？就是他那些社团会啊。哦，社团会要开2个小时。那天我本来确实是有会要开的啊，然后到了之后又临时通知说不开了，然后我说，那你去干嘛了？他打游戏去了。我那天本来是说不开了，我就回去陪他嘛。我本来是确实是要回去的，然后但是我就碰到一个同学，然后非要拉着我去上网。然后人家也比较热情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我就说上一会儿网，我就再去找他了。哦，我同学当时确实是太热情了。就别解释了，别解释了，就道歉呗，对吧？确实错了嘛，贪玩嘛，这样的事儿多吗？对，当时我多呀，好几次。还有呢？对，因为游戏我每次都跟他吵架，但他每次就记不住嘛。哦。还有一次嘛，我去也是去他学校找他。因为异地嘛，完了我就说，哎，他怎么着也得接我一下吧，去车站。完了人家就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我今天也刚返校，我累得不行，我在宿舍休息一会儿，你自己坐公交过来吧。啊，那完了我心里就有点不开心嘛，有点小失落。我这大老远的过来了，你还说什么你太累了？那我当时不问你了，我说要不要我过去接，你说不用了。那我已经生气了嘛，我当时生气了，我肯定说不用了。那我后来不也接你去了吗？你那是接吗？我都坐到你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牌了，你在站牌那接我，那算是接吗？那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嘛，我坐个公交车去车站接着你，然后咱俩再坐个公交车回来，那有啥意义啊？这个恋爱有时候就是要做一些无聊而无意义的事情就恋爱了。对呀。那你那天是在宿舍里休息还是打游戏去了？打游戏。那天本来我确实是刚返校，又架不住有一个特热情的同学找你去打一把，就去了，是吧？去了，去了。这同学无法拒绝吗？就无法拒绝吗？女朋友重要还是游戏重要？说句实话，女朋友重要。哎，行，那就行，态度还是很好的。但他每次都这样说，我每次也问他，那就还有一次吗？还有啊。对。我就是想着两人好久没见面了嘛，完了偷偷去他学校给他个惊喜。哎呀，你们可千万别给惊喜，
一般都是惊吓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惊吓。你看看，这啊。那我当时到了他学校门口了，我说给他发微信也不回，完了给他打电话也不接。嗯。我说这人是咋了？人家周六嘛又不上课，就凭空消失了。那完了我也没办法，我就说哎呀，我存侥幸心理，我去网吧看一看吧，就他平时去的那个网吧。结果一去，哎，真让我给逮着了。完了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，跟他朋友们。那我当时，你不知道他要来吧？火就上来了。对呀，那人家打个游戏，你上啥火嘛？那也不能发微信不回啊，那打电话也不接。我打游戏呢，没看见吗？那我当时就火就上来了，完了我就。他生气，他也不能咬人呀，你。不是，我。主任，他咬你了。你能想象你当时就是你坐在网吧玩游戏，玩着玩突然冲进来一个人咬你，什么感觉？我当时给我吓得，都给我留下阴影了。我现在去上个网，我看着电脑屏幕，我得时刻盯着门口，我就怕有个人冲进来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游戏可以戒了。你经常咬人吗，孩子？哦，但是我觉得我那种咬人就是也不是说很疼的那种呀，我也不是磨刀的，能不疼？咬人能不疼吗？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会咬吧，但是不是那种老疼的咬。你老咬他啊？对，他那一生气就咬人，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除了这次咬你还在什么时候咬过你？他就一生气就咬。有一次他来找我玩嘛，我们去玩了两天，玩挺好的，然后他又走的那天，我骑着电瓶车去送他嘛，他就在后边说，哎呀，我不想走，我想留在这儿。我说那票都买了，你能不走吗？你不走也得走。这是你是真是情商低呀。然后我就说了这句，他就生气了啊，他就在后边咬我。他就不理解我吗？我票都买了，我自己也知道我要回学校呀。但是我就是想让他说一句，哎呀，我也不想让你回啊，怎么地？但是你得回啊。你说你直接给我来一句，你说你不走也得走啊，你那不是赶我吗？